嗨，我是五月，今天我们来做牛轧糖。先准备好食材，将花生仁装好，用擀面杖擀碎。将棉花糖倒入不粘锅，开小火使其慢慢融化，加入奶粉，再加入花生碎，搅拌均匀。搅拌至可以拉长。准备一张保鲜膜，放入保鲜膜中，用擀面杖擀成合适的大小，适合切成糖块就好。切好后，牛轧糖就做好啦。